8月28号，迪丽热巴、黄景瑜拍摄新剧《爱情高级定制》的最新路透曝光。照片中，只见热巴穿着一袭红裙，拿着红酒，似乎在参加某高端酒会，与朋友谈笑。而另一边，黄景瑜戴着黑墨镜，穿着黑皮衣，在悄悄注视着热巴。据悉，该剧讲述的是服装设计师周放与电商大佬宋凛从势不两立的状态，到被迫合作，到渐渐相爱的故事。此前也曾多次爆出两人甜蜜亲吻等路透，到底将上演怎么样的故事，又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？本捞和众网友一样，真的好期待哦！芒果拉新闻，期待热巴黄景瑜新作早日和大伙见面。报道。